下面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太极的含义。太极呢，是宇宙啊之间的总规律，它是呢万物的总根源。《易经》里面讲，物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《道德经》里面啊也解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 所以说，这个天有三宝啊，日月星啊，人有三宝，景气神，地有三宝，水火风。所以说，它呢总是规律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啊，道法自然，哎，顺其自然。虚无生以气，啊，以气产阴阳。孙禄堂老先生，他创立了这个孙家武学，啊，开合太极拳。 它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。他在1918年创编了这个孙氏开合太极，啊，也叫虎步开合太极。孙禄堂老先生他遵从了道家啊老子的啊自然之道。他喝呢《易经》《习髓》两经之意。 周子的太极图之形取这河图洛书之理，遵从了老子的顺其自然，孔子的啊中庸之道，融合形意拳、八卦拳、太极拳这三家之真髓，啊，创立了孙家武学文化。孙禄堂老先生12岁起，1872年。 就跟李奎元老师学形意拳近3年，以后经他的老师李奎元介绍到河北形意拳拳师郭云深先生近8年。1882年呢，经郭云深啊他的师爷介绍，到北京拜见程天华学八卦掌。程天华的他的老师呢是董海泉，啊他的八卦的祖师。孙禄堂先生。 1912年，啊，接住了郝维珍，啊，他学到了郝氏太极，最后，他总结出形意拳之称一，八卦拳之万法归一，啊，太极拳，啊，几进柔和，抱远守一，它的风格特点是开合相接，进步必根，退步必撤，几进柔和。 下面我演练一下。
孙氏太极啊，他有他的理论，他有他的手眼身法步。他的手型呢，他的手型是八字掌，啊，五指张开，手心要空，啊，主要是这三个桩挺关键。这个无极桩啊，这无极桩，手要垂直，中指在裤缝，啊，90度角，两脚后跟并立，虚灵顶劲，收髁竖向。他这个无极桩，万法之根啊，练什么拳他得使这个无极桩起势。他入林域，啊，心里要空空洞洞，啊，无你无我无他，什么不要想，很自然。最后他虚无才生一气，一气才产阴阳，阴阳才万物生。他这个三体式，虚灵顶劲，抻肩坠肘，含胸把背，提纲挈领，气沉丹田。前三后七，这个膝盖跟脚尖顺线，这个七跟脚后跟啊，这垂直，俩脚后跟极力往外扭，啊，要浑圆成一体，啊，收髁竖向。有了这个桩，它对于这个太极里它起决定的作用。第三个桩浑圆桩，这俩脚以肩宽
膝盖不能朝脚尖，中指相对，浑圆如抱气球。两膀往左右撑立，俩脚后极力的往外扭，头顶悬，竖向，舌顶提肛，浑身放松，一手丹田。他有横撑竖果之力，竖向，撑抱，啊，这叫浑圆桩。下面是起势，90度角，无极桩，啊，无极桩，蓄力顶劲，收髁竖向，俯视呼吸。一手丹田，啊，用意不用力。这脚90度变45度角，这个手从两侧抱球，有往前跑力，虚灵顶劲，竖向，啊，左脚虚，手以肩宽，啊，这个小指往后勾挂去，啊，勾挂去，竖向。勾挂的时候，这个前脚要。重心在前脚，他这个起势，假设他对方拿着我腕部使力的时候，不能往上抬，往上抬没有效果，他一定往跑力，啊，往前跑力，啊，这是烧节，这就是起势，起势他都有积极效果。假设对方按到中节，啊，按到中节，他抻肩坠肘，他因为这个抻肩坠肘的力啊，他这个三体式啊，他一般都以三体式为主。对方有法力，他往上打，啊，往上抬，啊，这是烧节、中节，他根节也如此，根节，他对方他都别发住，发住这个松肩，这个松肩挺关键，松肩坠肘，是吧？法力，是吧？松肩坠肘一抬，这个起势就能打人。挥手，对方他在底下啊，假设我俩定步或推手，他只要是他都别弧形法力，他勾挂这个小指。勾挂，他为啥说这个前脚他要有力呢？你不的话了，咱们要失中，到后边一挂的，他一推就失中了。前脚，啊，他不挖得硬，挖得硬，挖得硬，他给带进，这回再一发，这起势，啊，这一走，这的用处就这么大。他孙家的风格，他特点是压板劲，他是一抻压板。他这个小三体是一脚的距离，45度角为最佳角度，啊，他这个最佳角度，到这以后，他关键是后脚掌蹬力，孙家的风格，他不是全脚掌蹬力，就跟咱们起跑一样，啊，或上面推车一样，他这个蹬力相当大，脚后欠起，他抻压板，这他的步伐，他旋转，他扣八字，他以脚后为轴。抱着球，旋转，扣八字，扣到45度，这脚自然以脚掌为轴。这手右手就如端盘子，啊，或者托个球就行，画半弧，半圆形，啊，半圆形。他的步伐，哎呀，他跟上以后，他就是小抻压板，小三体式。他这个烧节皮圈他行一点，啊，有根节、中节。这食指护着脉搏，前后推动力，它的后推动力，啊，增加它的特点，后推动力。这旋转以后，它以脚后为轴，一开，回身就开，重心在后边，这个虚实要给它分明了。开合，开的时候浑身要有胀力、膨胀力，啊，累，浑身，啊，地方它都有膨胀力。这个开合，这只手如有气球，膨胀，合，重心在这儿，啊，假设对方是吧，推到这个臂，这起势是吧，旋转给他旋过来，啊，你带他带过来，这儿呢，它是一种旋转以后，这个臂的这地儿是个旋转，但这个部位打住以后，你看，它是个弧形，它带。大指力到大指，意到大指，它旋转以后，它不是往身上带，旋，不怕对方有力，它旋转以后，你看，是吧？它这个后助力，这叫懒扎一，啊，刚才这是起势，叫懒扎一，
他打手时候他是吸，如蛇，他吸他，因为他神的王头去，重心啊，对方走的时候来力的时候，或者往右后船长的时候，他进神子，神子进他吞吞唾，这啊，不要过人啊，又过他的前脚，啊，过前脚，趟他，啊，吃他，买他。 让他的重心。孙家的风格啊，边家是烹驴解鞍，猜猎肘靠；孙家是驴，过来以后，看看以后，他是驴，脊，边家是正鹏，这么脊。孙家是阴阳长，脊，这是鹏，孙家这个鹏，啊，但他这个圈呢，他按的他有走上弧形。 孙家风格，他虚实重心，他总是转换的，虚灵顶进。 这开个手给他分析出来，这个开个手啊，它有张力，放松啊，放松，随便放松，是吧？它不管怎么使，使劲，它有张力啊。这个开，它这有合力，它这个合是个脊力，你别看开合，它是开合相接。一相接以后，他抱着球，放松，耸着丹田，耸肩坠肘，放松丹田。这来手接手，小步腿。 蹬着，来拳脚，搂起，搂小腹，啊，刚才的懒扎一，搂小腹，这个食指勺从耳际嘴角上去，啊，鸡腿，把火步嘛，啊，这个手得跨着踏着，搂小腹，这是这叫虚的，为啥虚？他准备他是进退嘛，他进退相接嘛，进步必跟，退步必撤。 他的原理，所以说他的原理就是放松，搂翘步。啊，搂完了以后，手挥劈拨，啊，手挥劈拨，啊，手臂要沉肩坠肘，虚灵抵筋，牵着虚，他这有带劲，啊，他这有可以带劲。这个搂翘步啊，对方脚来踹，脚踹他搂，哎，他搂起。 还可以打对方，不管来什么拳脚，啊，或者软肋来拳，哎，啊，这脚十步了，啊，这都可以放出去，这搂翘步，手挥劈吧，他的拳折一过来，哎，他可以挑他，啊，可以拧他，可以给单折了，啊，这都可以，还可以啥喝他，啊，关节给他喝折了，啊。 左拳说来也如此，啊，他这个太极，他是柔中有刚，刚中带柔的东西，哎，他高中带，他这法力，他这手他不怕力大，他一推，啊，大腿发出去，后手是看着手着的，这个手这个手会劈吧，他的用处很多，船长，船长前面脚错动八字，啊，错动八字，船长一前一后，俩手心相错。 也盯着他，啊，松肩坠肘，气沉丹田，啊，俯身呼吸，上步搬栏，啊，上步搬栏水，扣住他，打着搬栏水，搬栏水，这如行意那个崩拳，啊，踩他，啊，如翁刺臂，抱虎推山，抱虎推山，旋转，嗨，呵，他因为孙家这个太极啊。 他的顺序可以第一节搁到第七节，啊，第六节可以到第四节，他因为他开合相接。刚才说的手挥劈吧，说俩船长左手相搭，他可以裸带，啊，可以穿点软肋，可以踩，啊，这儿都可以踩，啊。
可以踩都罚啊，这，这手，右手这儿，他是错综的，啊，可以穿它，穿它累啊都可以，啊穿它臂啊，这是一发就熟练，啊，这是穿掌，俩穿掌，扳拉，他圈了以后，你看他扳拉，扳，踩都行，他打他，扳拉，假设对方他破我这手。 他这个如梦似弛，他总是船长，如梦似弛船长满他脚，得抱起来让他都拽了，啊，这一发他抱起来让他抓，拿拽了，说变化相当多。你随便出手，他这个手会劈吧，你看，啊，船长手会劈吧，啊，这都这传来，他的臂哪一种他都别出手，啊，出手说你，这一破这都传住，这都买着这都持住，啊，这船长，搬栏锤。 更好使，随意他出哪一手，不出哪手，这扳栏，一踏子走，趟，啊，变换手法，开个手啊，开个手，他这个单边呢，如履长杆，开，浑身膨胀，开，呵，松针下去，开夹脊啊，后开夹脊，骨啊，骨命门，啊，骨命门。 如履长杆这单边，一翻掌会翻板似的，捋这个竹竿，竹竿子，竹竿它越它远，竹竿它撑着，重心略左一点，膝盖，脚尖垂线，啊，眼看右手，撑上力，两边撑上力，松肩这手，入深渊，这个山头这山头入深渊，走出这个境界，深渊，45度角。 这手往下挂，这手往上来手了，他俩同时过来，啊，踢手上势，这是护裆，啊，这护天庭，护天灵盖顶，顶住对方，虚连顶劲，这虚的，踢手上势，啊，踢手上是腕他，腕他，展开，啊，掰开两尺，掰开两尺，啊，往前扑，啊，就行一虎扑，扑，这需要虚，包球往胸中包球。 开和虚连顶劲，俯身呼吸。假设对方往挡打步，啊，往挡打来，啊，这太监，嗯，他这你看他这个起他起身的吗？他不管是脚，这破住护裆，啊，倒可以胆，啊，那随意他出来，说是假设说的这个起身，损人起身，是吧？上头来手了。 你不管随便上来手，嗯，他喝，可以撩他，买他，他胯，嗯，他胯，这是给摘开了，万打，踢手上势，他是万打，随意他怎么出，啊，随意他怎么出，嗯，这个万打，兜他，随意是，看他给蛋，是吧？一翻就走，他掰开两翅，他比跟别家不一样。 白家憋的家门派大孙家的风格小，那随意打手啊，嗯，他这一开，啊，这就扑，啊，假设我俩在推手动之，推手这种随便动的时候，缓解的时候，怨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开，这小件，开件，掰开两翅，啊，就扑，啊，掰开两翅就扑。 松沉，又捞小步，捞小步，打来了。重心在这腿，右腿左腿虚，啊，往前劈，后手踏着力，脊背撑住劲，命门鼓荡。右手上去，这手不要急着挥来，挥来对方啊打过来，不要急着挥来，往上给他一掌，裸带，保留球。 撤步，他活步嘛，捋到小腹，啊，或者顺着前讲，这个他急，啊，捋过来，他急，他活步，冷扎衣，开小手，你随意上，哎，是都可以打，都可以打，打他的根节，机器根节，或者他来腿踹。
他也是楼，那他这就熟悉了。楼小步，啊，他左脚出来以后，咱们顾名思义，他不管什么摆拳，他来以后一捋以后可以拧，可以背，啊，可以搓，但他本身他的套路的本身就是用捋，他的挤，他搓他，啊，可以穿的后穿眼，但一般就是的中间，嗯，以搓他去，啊，以搓的。 啊，对方的出去了，啊，捋，挤，啊，碰，啊，是刚才使作了，是吧？用了，入里上杆单边手，啊，你随意数，啊，单边手，削他，扑他，啊，拧他，砍，晃他眼。 他成立，他主要是这边来了，这边破，这边来这么破，啊，重心略左一点，但这个腿呢，他可以踹他，他变化相当多。开，和蓄力挺进，入里上杆，松肩坠肘，设顶提肛，放松，眼看，往右看。 右脚脚后跟45度角拧过来以后变重心，这圈左上圈这掌不要挥了，有的挥了那不能挥了就吃它。这圈上弧形，肘下看锤，撤步，倒两后，撤这步，他都是八卦步。你看这个虽然这个虚肘下看锤，他进退，虚的。 包球，接手船长，来，这个搂腰就行啊，旋转不腰的旋转，啊，不是手，腰的旋转，啊，这是倒年后走四个，包球扣八字，啊，八字有的它是虚实不分，有的那个这个我讲细致一点，小45度角以后。 脚后没肘扣八字，啊，左脚虚了，画弧形，啊，没有死丸子，放松。这第三个，倒年后，抱球，啊，俯身呼吸，气沉的，面膜后撑。 训练挺进，这是踏住劲，管这后手给他踏住劲，脊背给撑圆了。手背劈过，手背有家的有的家的，他高孙家的是，人家是比较往前发力，要圆他，近端一不断，藕断丝连，如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。啊，他近端一还不能断呢，啊，这回掰开两翅，小弧形，护着天灵盖，这护心口窝，掌心中外，护着。 凑合坐住劲，坐住劲，坐胯坐肩，他的孙家的风格，四肩坐胯，他瞅住，他就能瞅住劲，撑住力。啊，往前扑，往对方扑，开个手。因为这个孙家这个太极啊，他既有八卦，既有形意，但是不能打出形意味儿来，也不能打出八卦味儿来。 到年后啊，他主要是他说破腰部，啊，他的腰部来了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这埋，躺，啊，吃里脚，外脚，啊，一发力的就出去了。你这边缠也如此，啊，这边也如此，啊，这边也如此，啊，左右，他搂，腰的旋转，腰为肘啊，腰的旋转，而不是手。这个太极呀、啊，他是。 不得不发，啊，不是我故意去发，因为根据对方的变化，他起作用，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嘛。因为他的变化，你不得不变化，不是我想怎么着。假设他随便说，啊，随便说，那我不得不，这我顺着他的走，他我也没路子了，是吧？顺着滑道，插他累，是吧？但对方，这我还可以变，给他沿着颜色了。那对方他肯定他。 他也要变的，他也要变的，那你看，他拐。
他就跟玩那顺他劲，你还你他太监就是张连门腿，我就不顶，就他顺他劲走。他肘下看锤，啊，他们解释说肘下看锤，一打手，啊，你，啊，这儿都可以打他，这儿可穿他，都可以打，啊，这都可以打，啊，左手出来，那顾名思义，哎，他这儿的错力要我说别挥了呢，是吧？你不能挥了，挥了是对手的进来了，是吧？你往前。 是吧？他这个说他这个肘下干锤啊，单边，左右干锤，搓他，啊，往前搓他，这是偷手，啊，左右哪手都可以使，啊，哪手都可以使。他说得偏，啊，这已经买着持住了，这已经偏出来，这个锤啊，他都可以打他，啊，这肘下干锤。 毛球，揉球，丹田要滚动，啊，里动，内动，神髓，接他手，揉小腹，脚虚，他这步眼啊，这个后脚不要一寸就行，啊，再过前脚一寸不要过，有往这儿打的也有，但孙老先生，啊，我这也得到真传，啊，这个孙建云呐。 我事业也给我拉过，这一脚一寸。他想错，他这都他跟别家不一样，他总会想错，产生摩擦力。他说他产生摩擦力，这还可以脚后蹬。假设左手打的时候，他发力的时候啊，对方一发力，他得踢，这挺关键。这个踢起孙家东西，在这个踢起一点，他可以往上扒他劲，他可以。 所以说，他可以扒他，什么劈法？包球，往上传，啊，往上传，那就对方往脸来手，是吧？多简单呢，啊！你看这变化，孙家拳变化相当快，他底下来手，是吧？哎，这儿，是吧？这都可以。来手，这三通背，啊，这叫三通背，虚抱。 回来，啊，来个手，啊，来个手，搂球步，手握臂膀，这脚撤回来，他退，他进，啊，退后脚进前脚，往上入抽丝，过顶不要过多，从头顶往下按，来拳脚往下按。 按你这脚虚的，有按到小腿骨这儿的，有按到脚脖子这儿，挑打，三体式，挑打，扣步八卦，好的，反打，这掌给撂下来，因为这掌本来在头顶或者天灵杆呢，或者天庭，来手了，紧接勾他，抓他，抓回来，有这么抓的，有缩回来的，撞钻。 啊，后蹬八字，缩蹬八字，虚实分明，锁手，来锁下来，挤，哎，这回锁下来挤，看这懒扎一，啊，又懒扎一，没看这懒扎一了，是吧？跟人家45度角啊，有的是90度，那不对，45度为最佳角度。他旋转，旋转灵妙，抬个手，积极状态。 我不知道出什么拳，但我搂小步，你随便出，啊，随便出，啊，这腿都有活，搂小步，他打他肯定破我这手，你随便破，哎，他一过来，你看这手上又踩他了，又踩他脚开，啊，一发就他，啊，这个，你看他这东西，孙家拳呢，他的风格，锋利严谨。 相当严谨，变化相当快，不容你想，他的渐进成型，随心所欲，他就顺其自然。三通背，往上，你随便出，啊，随便出，随便出，你是踏胯，你踏哪儿，是吧？是都可以，啊。往下按，你不管来什么，那就不管来什么，是吧？啪，你看，人家这个是吧？都跳打。 是吧？推手也如此，慢镜头。
他只要往胸部推，给嘴直点，给锁舌了，啊，锁锁舌了，就放，都挑他，往头部随便打，啊，哎，挑他，啊，你再出一手，随便出一手，挑他，你看，啊，挑他，是吧？是三动脉，后边来手了，啊，后边随便来，哎，刚才我的没摆他。 夹着他右手往脸打以后，啊，哎，他摆起来，那以后他这个手相当厉害，轻龙探爪，他来回抓，你随意他变，哎，他绝胜了手牙子，他这个随心所欲嘛，是吧？给他摆折了，他怎么试都有，是吧？啊，捋他，他捋完了以后，啊，他这个他劝他大捋呀，他撤大步给带过来。 只要这手别打住，啊，这别打住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他的变化相当快，啊，这是回身，拽，捋，啊，挤，他捋完了以后，他双钻，这三动脉，我就这么待着，看他怎么使呢？哎，我只要我一发力，啊，还让他打住，持住。 看住，别跑，别挺胸，含胸马背，横腾力，他把力可以给化了，卸，他给卸了，他给卸了，你可别自己把自己夹住捆住，胀力，膨胀力，锁手，你随便往底下来手，是吧？随便来，哎，锁，锁的钻呗，是吧？他顾名思义，啊，双钻锁，他又挤了，啊，一挤，那这挤手相当快。 大手劈啊，来起钻，落翻吧，来切它，落它，大锤落如水中翻浪，它的特点。抬个手，又开始做单边了，单边手，往下接，云手，云手，它下弧形，上弧形。 上弧形，上弧形，上弧形，一虚一实，不要过严，啊，有点形意拖形的意思，走双圆，晕手，啊，丹田里涮啊，走立圆，立圆，游走俩半的啊，游走仨的，这都无所谓，根据地势的长短，啊，这手一拉。 可以捋着他手，游走金字马美的，有台底下走的，别搞他马。你随便来手，你看他这后劲随便来手，我都开始晕。啊，你随意啊，我这手很随意的，你看这都盘打的这个乞丐，看看，啊，这小肘也一塌都头，啊，他这晕手，哎，变金字马美，他搞他马，他又这么有骗，这么骗。 这么滑，这么偏，或者是左手，啊，或者是左手呢？掂出来它，搞他马，哎，这儿还有啊，啊，他这一手以后，搞他马，旋转，过球，啊，他这是这个十字手啊，这脚重心，重心虚实变化它又轻，啊，又清楚，啊，虚实转换嘛，这是他的左右蹬脚。 他这蹬脚啊，他是舔，搓，啊，搓脚，这重心要右脚了。他俩是相对的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是不是旋转过来包球，旋转过来。第三腿啊，他左右分脚，第三腿的左蹬脚，蹬，和形意似的啊，啊，礼貌上树的蹬，落步的船长。 有船长的，有往上拖的，左右，啊，栽水，啊，进步踩住他，进步栽水，有往前打的，往前打，就这个踩的心口了，啊，给踩地了，把这敌人，往前往他前脸打，往裆里打的，往这脚打的，打心口窝。
栽他，扣步四十度，一摆脚，踩住他，有打钻钻，啊，有打船长的。还有这手，随意过来的，但是这个拍脚，啊，摊他，往当往不怕他高，摊他下巴磕太好呢。这时候，摊打他，这脚不会不没落地的时候，这前手要抓他。 后脚油活，啊，后脚油活，踹他，一般往他不知道，啊，踹完以后就捋他转，拽个呼去，苍了个大白胯，这个这个招啊，苍了个犀牛望月，但有的他是不明显，啊，锁回来，这回皮尔富虎，变皮尔富虎包球，还有点倒岔步了，蹬左脚。 他也是舔脚，啊，有蹬的，他舔搓，啊，他搓脚，回来就这惯例，以脚掌为轴。变过来，这是蹬脚，啊，穿它，蹬的时候是连蹬，它还有掌呢。三，穿它，搬栏，搬栏水，如风四壁，有直接过来的。 有直接过来的，有这么过来的，他钻的好，钻比较好，钻错的比较好。还有这么练的，扑他，开个手，啊，就我把拆解一下这个晕手随意来啊，你的随那随意来啊，这个都可以。这个蹬脚啊，咱们说这个是蹬脚，他主要是他就是踹。 踹地方，但一开始哈、啊，这个孙家这圈呢，他主要是舔他，他这个妞舍是舔把这块肉给搓起来，他连搓，再给他一掌，蹬膝盖，蹬胯，啊，一发力他就出去了啊。他不管什么是圈，是脚，随便出来是吧？你支个可以搓，啊，他可以拧，可以弄他。假设左手出来以后，是吧？就是他，他拖他。 你这还踩得很自然的，孙家圈的风格好在哪儿呢？他自然准到位，甭管甭管上下，他是手脚合一的，啊，这抻，可以抻折了，是吧？这都可以，或者能他，啊，这都可以。嗯，是吧？穿，踩，蹬，是吧？是吧？这都一蹬他的时候就穿他，啊，他就走，啊，这他是六步，这手呢代替投手，啊，如行横拳，啊，你随便出来，是吧？ 这，他这是偷，是吧？这变化，他肯定他要变了，他哎呀，他就是手他强能快，他过来是吧？那我就得快，比快我快，比慢我慢，他随便使，你看，他你接他踹他，踹到后脚，啊，这个脚，你随意是吧？他的摆多大，是吧？他一来，你看随意摆，他往头也不怕，是吧？哎。 你看这个，那这都拽了，啊，那是，他这个东西，说这个船长以后，啊，船长以后，他栽，啊，他栽，他栽锤，啊，就是栽锤，哎呀，高了相当好使，他随便戳，啊，是，嗯，就是栽，那破脚也是栽，要铁劲他，那随便说，是吧？不用打显圣神，你看。 是吧？虽然他扑着我脸了，刚才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出的，是吧？但我刺了，他有这是螺旋转错好，他打出去不？他转错劲儿，他奥妙到这儿呢，他变化，他就是他转错螺旋转过，这都不怕，我这我以后没法打，这等一发他就出去，是吧？他这个有习力，所谓习力啊，含胸。那叫啊，尤其孙家拳啊，他不能挺胸。 这钻果拧翻，啊，错，这都不怕。假如我打到后腰，是吧？我还站这儿，我一刀这儿，这，啊，你一刀那儿，他气力灌到那儿，打的胯这儿，是吧？给他合力，啊，合力。但是后背啊，一定要横撑，啊，横撑竖果，啊，这个软肋啊，气沉丹田，这是鼓荡，丹田的鼓荡。 命门的鼓荡，他横撑竖果，他有横竖劲儿，啊，上下
横竖就是，这是连拳的秘诀。他拳随便打，咱们还说这个太极的宰锤，这一定要过步，不一定要过人啊！打人这儿没大力，哪里也不行。这轻轻的，不用多大力啊，不用多大力啊，就不带水。啊，孙儿他也分没水，就随便打。哎呀，他，这，这，盖，这不一定要持住。 啊，手眼身法不挺关键。这孙家拳，他威风打人显上身吗？他手脚齐到才为人，啊，手脚齐到才为人。